用新奇的概念，将以往对男女的传统印象，用魔咒的方式来展现，也借此要让民众了解，不论是查甫还是查某，拢无应该在对待上有差别。尤其我们传统都说，女孩子啊、这个只有耳朵没有嘴巴，或者是传统的就是说，女性不能有太多的自由主张。那这个部分，我们希望透过各种神，尤其像这个性己神，他能够对自己有信心，那对自己的价值观，对自己的尊严，那能够自我尊重。那男孩子我们有示弱神，那示弱神就是说，一般男孩子说，男孩子我们都说怎么样，不能哭，不能随便展现脆弱的一面，所以男孩子都会撑得很辛苦。那男性朋友也会不敢在这个抒发自己的情感，所以我们示弱神就是针对男性。传统爱查甫勇敢唔通靠，查甫爱听话等等，展览加着台南文化真侪生活妙趣的概念，以着古锥红啊切的方式，为了各种的生活，亲像自主性着爱查甫囡仔，爱家己掌控着家己的人生，用有别以往的方式和民众做探讨。透过这一些针对性别平等的这一些意涵，来领导的，来带领他们能够正向发展的这一些神佛。能够让他们身心更能够达到平衡。在台南市近年来积极推动着性别平等，性别平等办公室也表示，未来会用走读的方式，让民众更加熟悉查甫查某平权的概念。咱台新闻台文小明星台南参报道。